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小型的 UV 平板打印机。这款打印机呢，它采用的是黑白配色，然后呢，它的尺寸是非常小巧的啊，然后它的宽度是58的，高度是42厘米，然后呢，它还设计了这里的视觉天窗，可以看到里面的构造和打印过程。然后现在我们把机盖打开，让大家看一下内部情况。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机盒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内部情况。它的打印尺寸是 A4 的，然后它打印的高度是8厘米，啊，还有我们的吸风平台、定正升降。今天我们就使用它来打印圆柱体。我们已经安装好夹具，如果平时呢不打圆柱体，也可以打平面的东西啊，比如亚克力、手机盒、卡套。啊，还有木质材料的东西都可以打印。啊，我们就今天就使用它来打印圆柱体，看看效果。啊，我们现在开始操作。现在已经打印好了，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看看这些字体非常的清晰，这是我们打印机打出来的效果，颜色饱满，精度非常高，捏它也不会变形，不会掉色。